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书时光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我爸走得早，我妈这些年含辛茹苦将我和我哥周伟拉扯大。我体谅我妈的不易，但她从来好像只对我要求回报。小冉，你要听话。小冉，妈把你们俩拉扯大不容易，等你长大了要懂得感恩，知道吗？小冉，你要让着你哥哥，他是家里唯一的男人。 以后要靠他保护我们呢。我没想到这次他竟然提出要把侄子记在我名下，让我无痛当妈。我妈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对我说：“小冉，你现在也能打工赚钱了。妈这么多年养你，没别的要求，就一点：以后你侄子就是你亲生孩子，让他管你叫妈。以后他给你养老送终。”看着我还略显稚嫩的脸庞。 他重重叹了口气，又软下声调：“小冉，你哥谈了个有钱人家的女朋友，现在正在谈结婚。要是让女方知道你哥有个这么大的儿子，那这婚事肯定会吹。小冉，你哥也三十多了，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女朋友，你能不能帮帮妈妈？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当年我刚上高一，周伟大学毕业，谈了个女朋友。” 没多久就让人家怀了孕。按理说，周伟当时已经到了结婚的年纪，我妈平时也总催促着他结婚，说趁着他还年轻，还能帮着带带孩子。可等周伟女朋友真的怀孕，他反倒一点不急了，对让周伟和嫂子结婚的事绝口不提。每次我嫂子提出要让双方家长见个面，商量商量结婚的事。 我妈都以各种理由搪塞过去，要么是称自己病了休息，要么是家里生意忙走不开。就这样，两人的婚事被我妈硬生生拖到了嫂子怀孕三个月。周伟家在妈和嫂子中间左右为难，有一次跑回来问我妈到底是怎么个意思，还想不想让她结婚了。我妈这才说了实话：“瞧你这出戏，天底下就她一个女人不成？你就这么急？” 他看着电视，嗑着瓜子，精气神十足，哪里像有病或忙不过来的样子？我是想让你们俩结婚，可他们家狮子大开口，张口就要八万八的彩礼，肚子都揣上咱们老周家的重了，还真以为自己还是黄花大闺女呢。听见我妈这么说，嫂子周围脸上也有些挂不住，不赞同的说：“可他肚子里怎么说也是我的孩子。” 眼看着都快三个月了，难道要她到时候大着肚子办婚礼？我妈摇摇头，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盯着周伟，就是要让他等不下去。反正怀孕了丢脸的不是我们家，等他自己等不了了，自然不要彩礼都会嫁进来，说不定还能多带点嫁妆。妈，这还不是为了你好？我妈一辈子算计惯了。 去菜市场买菜，能为了一块钱和对方吵半天，临走时还要骂骂咧咧，顺走人家两根葱半头蒜。对于周伟的婚事，他当然要好好计较，可不能让自己家吃了亏。听完我妈的一番谆谆教导，周伟恍然大悟地朝她竖起了大拇指。还得是我妈。那时我蹲洗手间门口，正在给周伟洗球鞋。 实在听不下去，试探着开口：“妈，这么做不太好吧？”周伟拿着手上的钥匙就朝我头上扔来，恶狠狠的说：“死丫头，洗你的鞋，有你什么事？”我妈也白了我一眼，我捂着后脑勺，钻心的疼，再也不敢多嘴了。后来，对于结婚的事，连周伟都不再着急，嫂子问起他，也是以各种理由推辞。到五个多月。 嫂子显怀了，这次嫂子他妈果真按捺不住，亲自上门找我妈商议结婚的事。我妈客客气气将人迎进门，脸上却尽显得意。亲家母，我们也不是不想让两个孩子结婚，只是实在拿不出那么多彩礼。嫂子他妈也是真着急了，问我妈到底能给多少，看个心意就成。我妈眼皮都没抬，我看。 八千八就挺好，谁叫你女儿自己不检点，没结婚就搞大了肚子，这传出去丢死人了。咱们家只能给这么多，你要是觉得可以，咱们月底就办婚礼。不说嫂子他妈，就连我听了也啧舌。什么叫自己不检点？没周伟他能自己怀孕吗？这是怎么看都是我们家办的不地道。嫂子他妈气得七窍生烟，连说了三个好。 指着我妈的鼻子问：“你们家的意思是连孙子也不想要了是吗？”我妈平生最恨人威胁，见已经彻底撕破脸皮，便说：“婚前就能随随便便和男人上床，谁知道肚子里是不是我们家的种？”你这个不要脸的老货，竟然敢这么说我女儿！老娘和你拼了！最后，我妈和嫂子他妈干了一架。 嫂子他妈回家便拉着嫂子去打胎，说什么也不让嫂子嫁到我们这虎狼窝里来。可胎没打成，最后反倒一声不吭将孩子生了下来。孩子刚满月就被丢到了我家门口。我妈出门看见门口饿得哇哇大哭的小孩，傻了眼。反应过来后，她破口大骂，将孩子往我怀里一丢，让我把她再送回嫂子家。可我到了地方。 才发现他们家早已人去楼空，只能硬着头皮又将孩子带回来。我妈在家骂了三天三夜，甚至说要把这孩子掐死，最后却还是看着和周伟小时候一模一样的脸蛋，心软认下了这个孙子。就这样，周伟当起了单身爸爸。他是个甩手掌柜，整日只知道出去和狐朋狗友玩乐。 这孩子倒像是给我妈还有我这个妹妹生的。每天放学，我要给侄子换尿不湿、喂奶、洗澡、洗衣服、哄睡。天知道这么丁点的孩子有多么难带。我哥和我妈呼呼大睡，我一晚上不知道要起床给侄子换多少次尿不湿，喂多少次奶粉。因为长期睡眠不足，上课时我总忍不住打瞌睡。 被老师点名批评过好多次，到高一期末考试，我的成绩整整下滑了一百多名。班主任向来喜欢我，将我带到办公室询问，是不是最近有什么心事才睡不好。我脚着手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班主任只好将我妈叫到学校。周冉妈妈，周冉这学期的成绩直线下滑。 各科老师都向我反映，他在课堂上睡觉，叫都叫不醒。周冉是个好苗子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高考可就危险了。班主任原本是一番好意，可在我妈的心目中，这番话无疑是在打他的脸。他都跟你说了，晚上不要玩手机，非不听。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容易吗？ 丢人现眼的东西！再这样，你就给我收拾东西回家！我妈红着脸，一巴掌打在我脸上，巨大的声响引得门口路过的学生好奇的张望。有人认出了我，这不是五班那个第一名吗？怎么好学生也会被请家长啊？你们不知道，越是成绩好的学生，私下玩的更花。我捂住脸，心中的屈辱感一股一股往上冲。 班主任也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，站在一旁眼神复杂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回家后，我妈冷冷告诉我：“以后还是以学业为主，晚上不用我带侄子睡觉了。你知道咱们家的条件，你一个女孩，原来我是不同意你读这么多书的。你非要读，就给我读出个样子来，别在外面丢我的脸。当年我爸走的时候，我才一岁多。” 我妈的娘家人都劝她把我送走，这样她压力也能小点。是我妈坚持留下了我，并且这么多年没有再嫁，靠着我爸留下的小卖部，将我和我哥都抚养长大。初中毕业，我考上了市里最好的高中。我妈原本的意思是不打算要我读，想让我出去打工，给她减轻点压力。隔壁家和我同岁的李思，去年就辍学去了广州。 一个月还能给他爸妈打两千块钱回来，李斯他妈那阵子可神气了，说自己养了个好女儿会心疼人。我妈对此很是羡慕，天天在我耳边叨叨别人家的女儿多么懂事。我也心疼我妈，可老师说过，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。我不想一辈子只能待在流水线上。我向我妈保证，以后一定能考上大学。 找个好工作，赚更多的钱来养他。他让我写了保证书，这才答应让我继续读高中。后来我考上一所还不错的二幺幺大学，周伟当年也只考了一个二本而已。收到录取通知书，我妈喜笑颜开，给我办了升学宴。来往的亲戚朋友都对他赞不绝口：“阿平真厉害，一个人都能教育出两个大学生。” 这可是我们这独一份呐、啊，谁说不是呢？阿平这下总算苦尽甘来了。上大学后，我也没闲着，每个假期我都回来给我妈看店子、带孩子。我妈抱怨侄子上幼儿园要四千块钱的学费拿不出来，我二话没说，将刚发下来的奖学金加上兼职工资打给她，哪怕转完账自己身上只剩下吃饭的钱，我也曾劝过我妈。 孩子是周伟的，他应该负起责任。可提起他的宝贝儿子，他就炸了。你哥那点工资养他自己都不够，你怎么不想想我养你这么些年，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？我想，在我妈眼中，不管我再怎么好，也永远比不过周伟。现在为了他的婚事，要做出牺牲的还是我。今天商量的明明是他的事，他本人甚至连面都没出。 我才二十二岁，从哪生这么大个孩子出来？你就是说是我生的，别人也不会信啊！见我如此说，他略显紧张的神色反而缓和了几分，一脸轻松的对我说：“那没事，只要你认下你侄子，我们可以说孩子原本就是你早恋和别人生的，只是这些年为了你的名誉才对外称是你哥的孩子。只要咱们家自己认了，外人哪里敢说些什么？” 这样，你哥下个月就能和贺氏集团的千金领证了。贺氏集团那么大的公司，咱们家也能沾点光啊！我怎么想也想不到，我妈竟然能为了周伟将这么大口锅安在我身上。她就没想过，传出去我以后要怎么做人？见我面色不愉，我妈也变了脸色，趾高气扬的说：“放心，你也吃不了亏。等你哥和嫂子结婚。” 就让你嫂子给你在他们家安排个岗位。现在大学生可不好找工作，人家贺氏集团多少人挤破了头想往里进呢。妈，你就没想过传出去别人怎么看待我？为什么你每次都只会为周伟着想？难道我就不是你的孩子？我打断他的美好幻想，让侄子认我当妈这件事太过离谱，我就是在愚孝。 也不可能答应。这是我第一次用质问的语气和我妈说话，有些委屈不说还好，只要被提起，就如洪水决堤般朝我席卷而来。小时候，每次到了放假的时候，你永远只会去给周伟开家长会，而我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坐在教室里。我给自己洗脑，在心里告诉自己，你其实也想来给我开，只是没时间罢了。 周伟上高中正是关键时期，直到周伟上大学，我以为你终于有空了，结果你还是告诉我不能来，因为家里店子没人看。说来可笑，这么多年你唯一一次去我们学校，是因为我天天给周伟带孩子，导致成绩下滑，班主任都知道关心我，你呢？不由分说就给我一耳光。 你知道后来同学在背后怎么笑我吗？我一股脑将这些年的委屈全部说出来。我妈瞪着眼珠子，眼里全是不可置信。下一秒，她的拳头如雨点一般落在我身上，她涨红了脸，边打边骂，骂着骂着又开始嚎啕大哭。早知道你嫉妒心这么强，当初我就应该听你外婆的，把你送人。不。 我应该在你生下来的时候就把你按尿桶里溺死。周伟是别人吗？那是你哥，咱们家唯一的男人。我不对他好点，以后咱们两个靠谁？告诉你，以后你出嫁了，连个娘家人都没有。你以后我这么做是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家？又是这套说辞。 如果周伟争气还好说，这些年我妈把家里为数不多的资源尽数倾注在他身上，一直到上高中前，我连几件属于自己的衣服都没有，就连内裤都是捡的周伟不要的。以前学校厕所是一排排蹲坑，我怕别人发现被人笑话，每次上厕所都要等上课打铃前几分钟偷偷摸摸的去。 从我这省下来的钱，用来给周围买名牌球鞋、上一对一补习班。他唾手可得的读书机会，是我求了好久，最后用保证书换来的。可等到他好不容易毕业工作，没往家里拿一分钱就算了，还要我妈给他倒贴。最后更是直接让我给他养孩子。凭什么这世上所有便宜都被他周围一个占了？ 最后，我妈打我打累了，气喘吁吁坐在地上。这些年，她带我侄子，还要给周伟赚钱，身子早就不如以前硬朗，就是打起我来，也不如曾经顺手。从那天后，我妈不再和我说话，连做饭也不再做我的那份。面对这些，我就当看不见，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学习。大学室友跟我说，最近就业环境不好。 咱们这个专业更是卷王之王，毕业即失业，所以大家都另辟蹊径选择了考公。正好省考在即，我便报了名，打算试一试。没想到这一试还考了个笔试第一名，接下来专心准备面试就行。中间周伟回过家一趟，给侄子买了不少玩具和新衣服。妈，周然怎么回事？怎么让您一个人带孩子呢？ 我原本在练习结构化，听见周伟说话，便住了笔，想听听他能放出什么屁。果然，他就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还真当这孩子是我生的了。接着，我听见我妈重重叹了口气：“哎，现在你妹妹脾气可大了。上次我跟她说的，那是她死活不同意。最近在家里说什么要考公务员。” 那玩意儿，我听别人说过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哪是那么容易的？再说了，当公务员工资低，还得看别人脸色，哪有去贺氏上班来的体面？我看他就是脑子有问题。我气得将手中的笔捏得滋滋作响。片刻后，我听见周伟低声向我妈说了些什么，我妈隔半天回了句：“这能行吗？”周伟桀桀笑了一阵。 朗声说：“放心吧，准能行。”直觉告诉我，这两个人肯定没安什么好心。但因为面试只有短短一周时间准备，我只能暂且将这件事抛诸脑后，专心准备面试。这一个星期，我没日没夜的对着镜子练习。其实很多人笔试之后，为了求稳，都会选择报个面试班。可我没钱，我妈也不可能拿钱出来。 所以我只能自己在网上搜了视频自己练。尽管到了这种时候，我妈还是教唆侄子时不时来敲我房门，喊着他要出门一趟，要我在家看着侄子。好在侄子懂事，等我妈走后，自己也拿了作业出来，笑着对我说：“姑姑学习，我也学习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打扰你的。”我看着懂事的侄子，心里变得无比复杂。 这么好的孩子不应该跟着周伟这样的人生活。我在心里暗暗做了一个决定，虽然只是自己在网上找了视频练习，但面试现场我发挥的不错。很快，政审名单就公布出来，我赫然在列。这么长日子以来绷在脑子里的那根弦终于松了。单位领导说政审要来家里家访，我没办法，主动找我妈说了话。 妈，我公务员考过了，过几天领导要来家里政审，到时候你能不能配合一下？就当我求你行不行？我妈嗑瓜子的手一顿，沉默半晌。小侄子在一旁写作业，听见我说话，眼睛一亮，放下笔给我点了个大大的赞。姑姑你真棒！我妈面无表情，敲了一下侄子的头，写你的作业。 其实，政审只是简单问一下我平时各方面的表现情况。我又没有犯罪记录，在学校读书时也没有受过处分，按理说是稳了。可最大的变量就在我妈这。行，到时候我好好招待你们领导。他朝我露出久违的笑意。我没想到这次我妈竟然这么好说话，心里暗暗松了口气。领导来家访那天。 我妈表现的像个正常人，对着领导又是端茶又是倒水，热情洋溢的让领导都有些不适应。领导也只是简单的问了几个问题，比如我平时在家表现怎么样，为什么想考公之类的。我妈回答的都挺正常，甚至还破天荒夸了我几句。虽然她说的基本上都是真的，可冷不丁听见我妈这样夸我，我还真有些不习惯。 原来我妈在心底也是为我骄傲的，不管平时怎么样，在紧要关头，她起码还是选择站在我这头。领导一边倾听，一边将我妈说的话记录在本子上。很快家访到了尾声，领导起身打算离开，我也站了起来，打算送领导出门。这时，我妈妈叫住了领导，面露尴尬、踌躇的问道：“领导。” 听说我们家周然考的是教育局的岗位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当时选岗的时候，我想起了高中班主任那时候对我的照顾，而我日后想像他一样为教育事业出一份力，所以才选择了教育局。领导怔了一下，继而耐心的解答，还夸起了我妈：“是啊，这次周然报的这个岗位可是有一百多个人竞争呢。你们家周然优秀。” 笔试、面试都是第一，都是您教育的好。听见这话，我妈脸上不但没有笑脸，反而渐渐露出为难的神色。我和领导都奇怪的盯着我妈，只看她一拍大腿，瞬间表情就变得愤怒和委屈。领导，我实在不想瞒你了。周冉实际上品德败坏，十五岁就和别人早恋，被搞大了肚子，后来孩子生下来。 为了不败坏他的名声，我们对外都说这孩子是他侄子。当初我是看他年纪小，害怕他耽误学业，才替他养孩子的。可现在他大学毕业了，对这孩子还是不管不顾，想要我这个老太婆替他继续养着。领导，周然品德有问题，这样的人能去做教育吗？你们要不要再好好考虑考虑？或者你们帮我劝劝他？ 自己的孩子还是要自己养，孩子还这么小，也不能没有母爱呀、啊。我只觉得浑身血液都被凝固住，我垂下头，脸色涨红，不敢去看领导的脸色。只听见领导震惊的询问我：“周冉同学，你妈妈说的都是真的吗？”“是啊，哪里会有一个母亲这样去给自己的亲生女儿倒脏水呢？”“可我妈，她不但要倒。” 还要在我人生最关键的时候倒，他要让我就此倒地，从此只能听从他的安排。领导，这孩子不会承认的，他主意可多着呢。算了，不承认就不承认吧，大不了我和他哥继续替他养着。他边说还边抹泪，十足一个可怜无助的老母亲形象。我想尽量在领导面前保留一份体面，身体却忍不住发颤。 最后，连说出口的话都带着哭腔：“妈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冤枉我？你明明知道今天这个日子对我有多重要，你为什么要毁了自己女儿？”他眼里闪过一丝心虚，却转瞬即逝，嘴硬道：“周冉做了错事，咱们就要承担后果。”领导估计也没想到，一个普普通通的家访，也能看到这一出大戏。 他立马面露尴尬的表示要告辞，直到目送领导走出小区，我才蹲在地上放声大哭。哭完后，我在外面吃了一顿快餐，又漫无目的的走了两个小时。我知道这次正审算是彻彻底底毁了。回到家后，我妈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整张脸都透露着得意。我在那一刻觉得，我上辈子肯定是我妈的杀父仇人。 否则他怎么会这样对我？哼！现在连你们领导都知道你未婚生孩子了，你还是好好听我的安排，这样以后还能去你嫂子公司上班。不然以后你连个工作都找不到。我死死盯着他，恨不得扑上去将他那张嘴撕烂撕碎。你这样盯着我看做什么？我又不会害你。当个破公务员，一个月能赚几个钱？没了就没了呗。 你嫂子有点怀疑你侄子的身份，周末要和你们见一面才肯和你哥领证。记得到时候可不要说错话。我妈白了我一眼，脸上没有丝毫愧疚，转身回了房间。我在沙发上整整坐了半夜。周末，周伟为了这场见面，在全城最好的餐厅订了位子。 这天，他罕见的露了面，在三给我和侄子交代，千万不能说错话。我妈穿着崭新的暗红色旗袍，神采飞扬的说道：“放心，我都跟你妹妹说好了。这几天，我妈为了让我不说漏嘴，给我说了不少周伟和贺氏千金的事。贺氏集团是我们本地最大的企业，贺氏董事长膝下就贺敏一个女儿。” 周伟跟贺敏是潜水时认识的，最老套的桥段：救命之恩以身相报。贺敏潜水时机器出了故障，差点溺水，是周伟恰好救了他。周伟虽说整日吊儿郎当，没个正经事，可一副皮囊长得实在是好。他毕业好多年后，学校都留有他的风流韵事，不少女同学来向我打听他的事。 就是我当初的嫂子，也是被他的甜言蜜语迷了心窍。如今拿捏一个象牙塔里的公主，还不是手拿把掐？早上起床，我妈心情格外好，她说等今天一过，咱们家就要飞黄腾达了。呀，这就是小冉妹妹和外甥吧？贺敏看上去和我一般大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脚踩小高跟。 噔噔两下来到我们身前，先是甜甜地喊了两声“阿姨”，又说了几句场面话，将我妈哄得喜笑颜开，最后才将目光放在我和侄子身上，将我们上下打量了个遍。片刻后，他好像松了口气，亲热地说：“小冉妹妹和外甥可真像，母子俩都这么俊俏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姐弟俩呢。”说来也奇怪。 小时候，侄子长得和周伟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等长大了却越来越像我。说到这，我妈朝周伟使了个眼色，周伟立马会意，亲热地搂住贺敏的腰：“宝宝，外面太冷了，咱们进去聊吧。”赫敏脸上浮起一层红晕，不好意思地点点头，将我们迎进了酒店。桌子上摆的都是平时在电视剧上才看到过的菜。 看来，为了傍上贺氏这艘大船，周伟和我妈是下了血本。饭过三巡，贺敏对着埋头干饭的我欲言又止。周伟一脸宠溺：“宝宝，你想说什么就说吧，反正过了今天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”我妈也连连点头，一脸谄媚：“是啊，小敏，你想说什么尽管说。”说完，他又朝我使了好几个眼色，我只好抬起头来说。 我哥说的对，嫂子，你有什么要问的就问吧。这下贺敏倒有些不好开口，犹豫了半天才问道：“小冉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我想知道阿明的爸爸去哪了。阿明是他的孩子，他也应该负起责任来呀、啊。”听见这话，我妈和周围脸色均变，一脸紧张的看着我。我夹起一只龙虾腿，无所谓的说：“哦，没事儿，他呀就是一渣男。” 听说这会儿有了新欢，正在谈结婚呢，估计早把我和阿明忘了。说到这，侄子非常给力的朝着周围的方向挤出了两滴眼泪。贺敏有些尴尬：“哎呀，看我说这些干什么？渣男就应该早点死。咱们不聊这个了。”说完，从包里掏出三个鼓鼓囊囊的红包，递给我们三个。第一次见面，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。 只好准备几个红包当见面礼。我妈接过去，感受到红包的厚度，顿时笑得嘴都快咧到后脑勺，嘴上说着不要客气，手却飞快地将红包塞进包里。我接过我和侄子那份，随手放在了桌子上。侄子礼貌地说：“谢谢阿姨。”我妈立刻给了他一个脑泵，还叫什么阿姨？以后要喊舅妈，知道吗？我继续吃菜。 没有反驳，包间里一幅其乐融融的景象。周伟趁机举杯，随后牵起贺敏的手，眼含泪花的说：“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敏敏，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”砰！周伟话音刚落，包间门就被人一脚踹开，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女人出现在门口。周围几人面面相觑，都表示不认识这个女人。 那女人在包间内环视一圈，最终将目光放在侄子身上，只片刻，眼里立即蓄满了泪水。随后，她冷冷的对周伟说：“周伟，我想阿明不该叫你女朋友舅妈，应该是叫后妈吧。”周伟被此话惊得一跳，贺敏也满脸震惊。过了半天，我妈颤颤巍巍指着他：“你，你是郑如慧。”听见这个名字。 周伟才变了脸色，郑如慧不是别人，正是侄子的生母，我的前嫂子。周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贺敏一脸愤怒地看着眼前这一切。周伟还没有从郑如慧突然出现的震惊中走出来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郑如慧找了把椅子坐下，看着贺敏说：“小姑娘，你被骗了，周志明根本不是周冉生的。” 他们家为了傍上你这个高枝，竟然能编得出这种谎言，不惜败坏自己女儿和妹妹的名声。他语气中充满了不屑。我默默捂住了侄子的耳朵。周之明是我和周伟生的，当年周伟甜言蜜语哄得我怀上了孩子，事后他妈为了不出彩礼，一直拖着我不结婚，想让我肚子大了没办法去求他们家结婚。 当年我妈宁愿拉着我去打胎，也不愿意我跳周家这个火坑。可是到了医院，医生说孩子月份大了，我从小体弱，强行引产很容易一尸两命。最后没办法，生下了孩子。说到这，郑如慧坚强的脸上露出一丝不忍。她看了看侄子，继续说道：“孩子刚满月就被我家里人抱到了周家。” 我妈说：“那本来就是周家的种，不应该我们养。这些年我一直在外面赚钱，就是想有一天接回孩子。没想到周伟如此丧心病狂，为了和你结婚，连亲儿子都不认。”郑如慧每说一句话，我妈和周伟的脸就白一分。最后，我妈竟然瘫倒在椅子上，嘴里不停说道：“冤孽呀、啊！”贺敏听完这些话。 二话没说，左右开弓给了周伟两耳光。贱男人，你给我等着！说完，拿起包包就要冲出去。我眼疾手快，从我妈包里掏出先前的红包，连带着我和侄子的一齐塞进他手里。他眼神复杂的看了我一眼，随后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周伟被打得眼冒金星，追也不是，不追也不是，捂着脸看着郑如慧，痛苦道。 你到底从哪冒出来的？郑如慧那天出现后，便告诉周伟，由于他这些年根本没有尽到过当父亲的责任，所以他要拿回侄子的抚养权。我妈气得在家又骂了他三天三夜。周伟尝试着给贺敏发信息，却发现贺敏早已将他拉黑，失去了鲤鱼跃龙门的机会。周伟彻底颓废在家，天天在床上躺尸。 没多久，法院的传票就送到了周伟手上。如今，郑如慧在南方一家工厂做到了高管位置，听说一个月工资就有几万块。跟没有正经工作的周伟比起来，显然他更有把握拿到侄子的抚养权。听说曾经的女朋友如今也是个小富婆，周伟舔着脸去找过郑如慧求复合，又被他扇了几个耳光。周伟气急败坏。 你孩子都替我生了，难道外面还会有人要你？也就我不嫌弃你，咱俩刚好还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郑如慧朝他啐了一口：“呸！你看看你自己，你配吗？”这下给周伟气的，说什么也要和郑如慧把抚养权争到底。这段时日，我也偷偷带着侄子出去和郑如慧接触过。 虽然郑如慧和侄子已经七年没见，但母子亲缘是斩不断的。侄子第一次投进郑如慧的怀抱，便怯生生的问：“你真的是我妈妈吗？”郑如慧将他拥在怀中，泪如雨下：“我就是妈妈，宝贝，对不起，妈妈来晚了。以后妈妈说什么也会把你带在身边，再也不会离开你。”侄子将头抬起，朝着我笑了：“姑姑，我也有妈妈了。” 我要去告诉我同学，我再也不是没妈的野孩子了。我也笑了，笑着笑着就哭了。这场官司打的两家人都精疲力尽，最后我妈先退了一步，告诉郑如慧，如果一次性给她三十万，那周家就主动放弃侄子的抚养权。怎么样？我替你养了七年孩子，三十万不过分吧？我妈还是那么精打细算。 把这些年侄子的吃穿用度，以及对侄子的精力投入都计算成数字，最后打算用二十万来买断。周伟在一旁觉得我妈说的甚有道理，丝毫没想过那也是他的亲生儿子。对此，郑如慧嗤之以鼻，毕竟七年前他就见识过我妈的好盘算。这次他答应的爽快，找律师拟了份专业协议。 最后去法院变更了抚养权。一个月后，侄子改了姓，从周之明变成了郑之明。郑如慧要把他带去南方。离开时，我们全家去相送。周围罕见的挤了两滴马尿，抓着侄子的手问他会不会想爸爸，看不见爸爸会不会不习惯。侄子挠了挠脑袋，不好意思的说：“反正平时爸爸也不在家。” 有你没你都一样啊！周伟被噎得说不出话来。侄子跑过来抱了抱我说：“姑姑，阿明想你了，就会回来看你的，放心吧。”我忍着眼泪笑着说：“好。”很快，飞机起飞，最终消失在云层中。我一直知道侄子是个好孩子，不应该生活在我们这样畸形的家庭中，不然迟早被教坏。 郑如慧其实不久前就联系上了我，一直问我能不能帮他拿到侄子的抚养权。最后我帮了他，也是帮了侄子和我自己。我妈少了一个拖油瓶，还赚了三十万，开心的合不拢嘴。我奇怪的问他：“难道相处七年，自己的孙子就不会舍不得吗？”我妈用看傻子的眼光看我：“三十万不好挣，想要孙子还不容易吗？” 也是，我哥才三十出头，迟早会再结婚生子。只要他愿意，我妈有抱不完的孙子。可没想到，我哥再也生不了孩子了。某天晚上，他在外面鬼混完回家，被人蒙住头打了一顿，最后身子倒无大碍，只是伤到了命根子，以后再也没有生育能力了。我妈听见这个消息，差点哭晕在他病床前。 而我甚至多吃了两碗饭。对了，还有个好消息忘了说，我政审通过了。领导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并没有因为我妈的一面之词就相信我早恋生子那种荒谬言论，而是去做了各方调查。我高中班主任听说后也挺身而出为我作证，向领导说明了我们家的复杂情况，所以最终我被顺利录取。 光荣的成了一名人民公仆，工作三年后，我拿着存款买了一套小三居，正式从家里搬出来，开始了新生活。而周伟还在家啃老，我妈呢，一边向我抱怨，一边继续给周伟吸血，乐此不疲。我尊重他人命运。后来我妈年纪大了，看见别人抱孙子，又有些眼馋。周伟是没指望了。 又把主意打到我这来，我就笑笑。当年您不是说我侄子就是我亲儿子吗？现在又来催什么催？他被我堵得哑口无言。如果他能好好教育周伟，不要那么多算计，他现在也是一个儿女绕膝、子孙满堂的老太太。一个母亲的教育真的会影响三代人。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。 我不敢保证自己能教育好一个孩子，所以在没有把握之前，我能做的是保证孩子不用来到世界上受苦。愿有一天我能学会爱，教会仁爱。